为什么突然不肯拍专访？没什么，不想拍了。我们为了申俊英的专访，这段日子费了多少心血？要是我成功说服申俊英，就让我加入这个制作团队。慢走不送了。但是我走投无路了，为了吃饭糊口也没别的办法。我给你机会，数到三下车，要下车吗？你不认得我？认得，你这个混蛋。七月六日起，每周三四晚间九点，未来戏剧台任意依恋。